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这个小裤头。好，每个人收到都会是这样。他把松紧坐在后面，来，松紧带在后面。S 号粉丝穿没问题 ，M 号尺寸穿刚刚好，好看的没问题。L 号的粉丝开始，请你留意一下你的臀围跟腰围哦，可能会略合紧身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他的这个反车线，我觉得远远都可以看到整件的一个质感，腰一样让你正面非常的瘦。再来，在右侧的屁股的下方有一个小割破，但是这个割破点啊，各位其实不用太担心，我觉得它不会很大，它只是一小切痕。裤子它是围前短后长，但是从正面看起来，这件牛仔短裤不算短，它是正常的短度。再来呢，侧边可以拍照的时候看到前短后长，但是转过来屁股的时候，它却不会有那一种要露屁股蛋，然后上楼梯又很害怕的长度。它虽然是浅牛仔，但是你们认真看一下，它是刷灰的浅牛仔，而且这边一样做的可爱的小腰头。那另外还搭了比较微秋天的小短靴，各位家中如果有一些小短靴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搭。另外现在身上穿的就是最安全，四季都可以穿的深蓝色，然后三个颜色都非常显瘦跟特别，然后下摆呢有一些微抽须，这也是我觉得都不用收起来的裤子，四季都可以穿。